那么因此呢，在九合一大选之后啊，我们维持现状的政策仍然不变。我们基本上认为，在这一次的地方性的选举里面，人民并没有在两岸政策的议题上做出选择，或者是有一个重大的改变。那么因此呢，在九合一大选之后啊，我们维持现状的政策仍然不变。